邓丽君特展呢，今天第一天开始，不少民众啊在假日都起个大早来怀念已故巨星的风采，甚至呢看着看着忍不住内心感动，含泪淋堪，说实在啊太想念邓丽君了。泪上相思难，一首《何日君再来》，邓丽君的歌声总是让人如痴如醉，但这么生动的邓丽君影像其实是虚拟投影，让歌迷重温往日的美好时光。邓丽君特展26号在中正纪念堂正式开跑，短短一个小时，现场就涌进不少歌迷，专注的欣赏邓丽君的生前影像，十分感动。这对夫妻一早从桃园上来台北，抢到了头香。一有这个讯息了，我们就赶快跑到 Seven 去买。这么好的歌，然后就没了。我一直眼泪都一直想掉下来。你的说说，证明你一片又是在骗我。看今天你怎么说。朗朗上口邓丽君每一首歌，这对夫妻档想起巨星陨落，忍不住眼泛泪光。因为她太甜美，那个声音呢柔美到会人家说的那种绕梁三日啊。今年是邓丽君的60岁名旦，虽然伊人早已不在，但她的歌声仍旧抚慰人心，传唱不衰。娱乐TV 黄一中、吴佩如台北报道。